如世外桃源，如人间仙境，一栋栋吊脚楼依山傍水，与满山葱翠交相辉映。这里就是麻江美丽的苗寨乌羊麻。在苗语里，乌羊麻意为山水环绕的地方。稍稍休息片刻，洗去旅途的疲惫，跟大自然亲密接触。都说黔东南苗族风情奇峭万千，这里的苗族也有自己独特的风韵，不仅吸引着众多游客，也吸引了央视的目光。淳朴的乡村带来身心的祥和，宁静的桃花岛更有着如诗如画的风景，纵有万千惆怅，也被诗和远方消解殆尽。现在这里已成为贵州又一康养圣地。也许都市里的生活压力让我们忘记了什么叫浪漫，但来到乌羊麻，这种关于浪漫的生活情怀又被重新拾起，让心灵变得更加纯粹干净。